老沈阳烧烤，仅用糖、盐、味精，按比例调味，去繁就简，却能最大限度激发肉香。你一会儿尝尝它烤出的肉，你蘸主要吃，味道又不一样。这个味道吧，一点搁白醋，搁别普通醋的味道不一样。你不信，一会儿尝尝。他家是肉是秘制的，一碗不够啊。不是，这肉怎么感觉这么嫩呢？对啊，他腌制肉它特别细嫩嘛。这个肉啊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到口里边，我感觉一个是嫩，另一方面就是那个肉汁儿特别的饱满，一咬进去。这肉在里边还有茴香，我感觉真的是这一盘都。